下面我说架梁梯，架梁梯是摔跤当中的一个快跤，这个就是不穿跤衣最好，是吧？因为对方一伸手过来，对方只要一上手，上下压，啊，这样的啊，你看伸手，他一上一压手，一压手，你看这样贴，把对方架起来。加微信星舞文化拼音学习刘青海老师课程。